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啊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。今天啊，给毛孩子们买了一些红薯啊，红饶的红薯，然后煮给他们吃。因为上次看他们挺喜欢的，所以这次又多买了一些啊。哎呀，那叫大姐就大姐吧，叫这个指甲给他赶刀干啥的呀？啊，真是的，过分。哎呀，那把指甲赶刀干啥？他找那热的呢。啊，不吃红薯了，是不是不吃红薯了？吃不吃？嗯，你那不要脸的油儿，嗯，哎呀，这笨笨着急了，哎，有好吃的他就着急啊。这边给他们冷凉一下啊，因为这个蒸出来这个太热了啊。太热了，需要冷凉一下啊，毛孩子们才能快点吃到嘴里啊，就是这样。几个狗着急的在这儿，真的这笨笨的毛发啊，一如既往的这个丝滑啊，一如既往的这个光亮亮的啊，就像打过蜡一样啊，特别的漂亮啊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。小花是一有好吃的啊，它就坐在那儿啊，在那儿等着，现在摸着还是有一点热啊，我先尝一口啊，我自己还没吃饭，先给他们，特别的丝滑啊，特别的爽，不能再吃了，再吃给他们吃完了啊，还有楼上的三个毛孩子啊，还有黄豆啊，就是这样。先把它给咽了啊，红薯这玩意儿说实话有点噎得慌啊，有点噎得慌。这个是我吃过的啊，我就不让给你们了啊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，好不好？坐好啊，我再给你们挑一块，这一块谁做的好给谁吃啊，我看谁做的好。哎呦，笨笨今天第一个做好了，想给笨笨吃，难道那小黑不是永远吃不到了是不是啊？就小黑的这个做法啊，肯定是不行的啊。然后做好了没？做好了，做好，做好，做好。好好好，做好，做好了，不能再说了，再说，坐一下，笨笨，坐一下。好，笨笨怼着一个走了啊。哎呀，好，小花这个也大啊，来吧。好，小花也怼了一个啊。剩小黑了，小黑这个也不亏待你啊，你也有，来吧。能叼住不能？哎，可以！我操，好牛逼啊，小黑啊！每个毛孩子都有一个啊！你看笨笨咋吃的，大家看看。那俩狗叼到窝里面去吃去了啊！这笨笨狗啊，估计是觉得这里太阳比较好啊，所以单独啊也没回窝里啊，就在这儿吃。看他们到底是喜不喜欢吃红薯啊？哎呦！老香了啊！哟，老好吃了！哎呦，就是有点噎得慌啊，待会儿去喝点水啊。今天这个午饭啊，给毛孩子们煮的是蒸红薯啊。是不是有点噎的慌，笨笨？待会儿就喝点水啊。你吃完了，小黑？啊，你吃完了，可过来看看啊！我估计小黑大概率是没吃完啊。听到阿飞在这边说话啊，他觉得是不是又发第二个了啊？赶紧过来领一下啊！
但是他发现没有啊。哎呀，吃完了，哇操，好牛逼，好牛逼，吃完了。嗯，不要脸又过来了，我看看，我看还有母嘞，我瞅瞅啊，我瞅瞅啊，这个这上面这三个是给楼上三个的呀，没了，这红薯都好好的没了，对不对？没了，这小黑又过来了，小黑说到底领不领啊？别骗我，对不对？别骗我，哎，这还有透的，哎，这还有红薯尾巴的。耶，这笨笨叼着个走了，嗯，屁颠屁颠的叼着走了啊。小黑没牛了，没牛了，没个冒害子，只有一个。嗯，好吧，走了。嗯，没想到他们还挺喜欢吃红薯的啊。就是这样，我这里的话再抠下来一点给笨笨狗吧，因为楼上的毛孩子也吃不多啊。就是这样，嗯，这三个红薯有大有小啊，平均分一下啊。笨笨吧，好吧，好了，笨笨又领走了。小黑，你的吃完了没？啊，走走走，我去看看你的吃完没，你可过来领嘞。啊，吃吧，我看看啊，都吃完了没有？过来检查检查，没了吧？你这里有没有了？嗯，小黑这里头嘞，嗯，我就知道你还有嘞，嗯，你这货也说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你看恁家这里有吃的，哎。等一下再给你们收拾一下啊，我就知道这小黑这家伙没吃完啊，哎呀，没吃完就过去排队了，是不是啊？这家伙吃的还很均匀呢，先吃那儿再吃这儿啊。哎，他过来跑过去两三趟，竟然那个谁啊，竟然小花没有把他的这个给吃掉啊，真的是，看来小花还是重情重义的啊。干啥嘞笨笨，没牛了，没牛了，这都给你薅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都给你分出来了，这还咋给你分的？再分路上不吃了，是不是？那再给你分出来，我有尾巴吧。哎，好，又给他分出来一个尾巴，真的是。哎呀，没想到他们这么喜欢吃红薯，下次看来我要多买一点啊，多买一些红薯，到时候放那儿啊。然后我把这个黄豆啊也放到了这边啊，然后一起喂他们吃饭啊。有粉丝建议啊，吃饭的时候可以把黄豆放出来啊，不用一直关在笼子里啊。我觉得这个说的还特别对啊。然后今天我们吃什么？今天吃红薯啊，希望你们楼上三个小朋友啊都能喜欢，好不好啊？来，这个软乎一点的给这个毛豆吃啊，毛豆的年龄比较大啊，就是这样，多控制着点。虽然你是饼口，对不对？但是再将就个尊老爱幼，对不对？尊老在前面啊，爱幼在后面啊，好吧。好，哎，好，你吃黄豆，好，你的啊，这就分配完了啊，这个直接就分给这个毛豆了啊，然后这个给你吧，这个大的。吃吧，这个是大的啊，比较大，吃起来会比较爽啊。哎呀，这家伙真的这个夹的跟突突突一样啊，虽然嘴没有那么大啊，但是吃饭的节奏特别的快啊。去吧，那个是你的了。啊，这个是小贝的，这个又胖又圆啊，这个是你的，吃吧。好，哟，都掉了的啊，这鬼怼到这儿了。这家伙吃着有点费劲儿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哎，我分给你，黄豆，给我滚一边去，啊，吃吧，这嘴软的都分给你了呀，应该可以吃住啊，各吃各的啊，好，能吃住，哎，可以的，吃到啊，不过得阿飞帮着啊。就是这样，看来他们都很喜欢吃红薯啊，家里这几个毛孩子都很喜欢吃哦。嗯，好，哎呦，吃着香喷喷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吃吧，
毛豆也很聪明啊，虽然它的牙老了，它会侧黄豆，对，对它黄豆。虽然你是饼口啊，但是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从长远来说，还是毛豆更可怜，对吧？给你的命命忧，对不对？自己去吃自己的去。嗯，都可以啊，都很喜欢。嗯，我的手都快拿不住了，我操，快化掉了。来，放碗里吃。等一会儿还得给它关起来啊，给大家看看啊，恢复的很好啊，没毛病啊。毛豆你咋又叼出来了呢？看得出来啊，这几个毛孩子也很喜欢吃这个，对吧？吃这个红薯啊，很欣慰啊。忘了我给自己也煮一个了啊，买的少了点，就是这样。嗯，没得吃哦。嗯。然后这家伙恢复的可以啊，没有出现什么术后的不良反应啊，应该也是在往越来越好的方向上面发展啊，大家放心好了，没问题啊。做一个开箱，为啥要做这个开箱呢？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今年收到的第一个上衣啊，就新衣服嘛，就是这样啊，我觉得有必要去做一个开箱记录一下啊，因为结了婚到现在嘛。就是这样啊，然后的话一起看一下啊，这里面这个衣服怎么样啊，然后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啊，黑色的啊，黑色的一个衣服，你们把镜头搞歪了，镜头搞歪了，黑色的外套啊，黑色的外套，然后拉开看一下，然后试一下啊，看一下里面啊，里面还好吧，因为今年有一些暖冬嘛，所以的话不需要太厚的衣服吧，可能。看试一下这个衣服我穿着怎么样啊，大家可以帮阿飞去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怎么样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搭了。然后我把这个拉上啊，看一下。新衣服，新衣服你都要先来扒一下这家伙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这我还没咋穿呢，笨笨先给我的新衣服扒拉了一下啊，去。好不容易今年有我新衣裳啊，估计今年也就是这一件衣服了啊，添的一件新衣服也算是。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感觉怎么样啊？然后明天下午的时候啊，明天下午的时候，然后我这边直系亲属他这边的一个叔叔家的女儿要结婚呢，嫁的比较远啊，是在焦作啊，所以的话，明天晚上啊，可能我不在家啊，明天晚上我不在家，到时候要去参加这个婚礼啊，就是这样，因为这边的话是男的送客嘛。需要去参加啊，因为我们这边的亲属嘛，就是比较少啊，所以的话我是必须要出席的啊。这个也是因为我结婚的时候别人也来了嘛，所以这边对吧，也算是叫妹妹的，对不对？她结婚，然后我肯定也是要参与的啊。然后明天上午的时候或者中午前嘛，可能菲菲会到家啊，会到家的话，到时候我会跟她去讲一下，到时候让她照顾好家里面的。几个毛孩子啊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件衣服的话是我妈妈啊，我妈妈给我买来的啊。说实话啊，我都跟她说了，不要让她给我买任何衣服。我说我都有前几年的冬天的衣服都有啊，但我妈说你那衣服都不好看了啊，你今年也没有买过新衣服啊，说啥是给我买了一件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今天开箱记录一下啊，我也的心情也是非常的开心啊。能够收到新衣服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笨笨扒的，这里笨笨扒的，大家看一下大小怎么样？我感觉好像刚刚好，不大不小。你真会叼笨笨，哎，那个是黄豆之前的那个，
黄豆之前的那个胸上带的那个嘛，因为他把那个给咬断了啊，所以的话这个也算是报废了。你整会招，下去不准拔，坐好，不准拔，琴音上拔来拔去，乘客地咚，对不对？哎，摆个 pose。小伙儿，我唬你了，连小伙儿，是不是好说话啊？啊，是不是好说话啊？然后这个衣服的话就是这样啊，这个衣服的话就是这样。等到周一下午的时候，应该我就会回来了啊。周一下午那时候，菲菲应该也在家吧，因为她周一傍晚的时候就要走了。所以的话，这个时间上一定要安排好啊，因为家里这六个毛孩子嘛，黄豆还在休养身体嘛，所以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啊。有的时候真的你稍微脑子你一疏忽，或者是没有想那么多，真的会。对吧，就特别的担心啊，事后是这样的。然后感谢我妈给我买的这件衣服啊，特别的好看啊，虽然我也对吧年龄挺大了，对不对，但是有父母的关心啊，内心还是特别的感动啊，特别的开心啊，就是这样，真的特别的合身啊，刚刚好，大家觉得呢？就是这样。